各位法师，各位师兄，大家晚上好。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听课呢？这个目的是为了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或者是让天下所有众生离苦得乐，这是我们的最终极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首先我们自己要成佛，因为我们自己先成佛了以后呢，才能够度天下所有的众生，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先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呢就听这个课然后呢大家好好的学习修心这样子总有一天呢我们一定会成佛的成佛以后去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请大家发菩提心。接下来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那么今天的这个课呢叫离四贪离四贪远离思众贪着，或者是贪欲欲望，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离思贪这个是一个整个佛教的整个佛教，无论是南传的藏传的、汉传的整个佛教的一个总结性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论点那么这个论点是谁讲的呢是谁写的呢？八九百年前由萨迦派的这个五祖师萨迦派有五个祖师，然后萨迦派的五个祖师其中一个叫做扎巴念僧，他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祖师那么当他12岁的时候呢，然后修文殊菩萨的这个修法把文殊菩萨当作本尊修了六个月修了六个月以后呢，有一天他就在他自己闭关的这个房间就看见亲自看见文殊菩萨就在一个光就在一个光当中发现红色的文殊菩萨两边呢有两位菩萨，一共就是三位菩萨就看见了。那看见的时候呢，其中的中间的这个本尊也就是文殊菩萨就对他说了
四句话啊，四句话，这个四句话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这个论，非常的简单啊，这个四句话就是很简单啊，只有几个字而已啊。第一句话是说，若贪今生非焦土啊，如果贪欲现实啊，不管来世啊，不管解脱，不去想利益众生啊，仅仅是就像我们最庸俗的这个世间人一样啊，至观啊，现实的，比如说名利啊等等啊，然后除了今生啊，除了先师以外啊，什么都不管，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这个不叫佛教徒啊，这个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若爱三劫非出离啊，如果对这个三界，就是三界六道啊，六道轮回啊，如果贪欲眷恋六道轮回的话，那这个就不叫出离心，非出离就是不叫出离心，这个不是出离啊。第二句话，然后第三句话呢，若贪自利啊，非菩萨啊。如果贪啊，如果贪于自己，自私自利啊，放不下自己，一切都为自己着想啊，这样子的话，那这就不叫菩萨，这个就不是菩萨，非菩萨。第三句话，第四句话，也就是最后一句话呢，若有执着啊，非正见啊。这就是讲啊，这个空心见，如果有执着啊，如果对某一个东西有执着的话，那么啊，这个不是正见啊，不是正确的见解啊，就这么四句话啊。四句话当中呢，啊，当时这个萨迦祖师啊，张巴连尊，他就觉得啊，然后这四句话里面呢。啊，所有的佛法啊，尤其是这个仙宗的所有的修心啊、观念、观点啊，都包含在这个四句话当中。所以在萨迦派的这个发脉里面呢，传承里面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重视这个理思贪。还有就像啊。像各路派的这个发脉里面呢，也有这样子的总结性的啊，总结性的这个佛经啊，总结性的，就是不是佛说的，是宗喀巴大师讲的啊，就叫做三主要道，三主要道啊，里面呢把整个佛法84000个法门的内容啊，就归纳为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出离心啊，第二啊菩提心，第三就是真无空心的见解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后面的三句话，跟宗喀巴大师的三主要道讲的是一个意思啊。宗喀巴大师从啊他们不同的角度讲啊，萨迦祖师呢啊，他是从否定的角度啊去描述啊，比如说如果有啊自私自利，那么这个不是菩萨啊，否定啊，这个不是菩萨啊。如果我们对轮回有眷恋放不下啊，那么这个不叫出离心啊，这样子否定。然后如果我们对啊某种失误啊，有执着啊，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不叫大乘佛教的正见，这样子他是用否定的方式讲啊。然后宗喀巴大师呢啊，用肯定的角度，比如说啊，什么是出离心啊，然后什么是菩提心啊，什么是真无空性的见解啊，我们需要有出离心，需要有菩提心，需要有真无空性的见解啊。这样子肯定的角度去讲，
啊，不管是否定的角度或者肯定的角度，其实这两个的意思内容啊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个撒迦诸使的这个李斯坦啊里面呢就多了一句话啊，多了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今生啊，为了现世这样子的话，那根本就不叫佛教徒啊。啊，比如说他，你如果不想啊，不想成佛，没问题啊。如果你不想这个解脱，不想成为阿罗汉啊，也没有问题。嗯，但是呢，啊，你如果连来世啊都不管啊，一切都是为了现世啊，这样子的话，那么跟不学佛的人有什么差别呢？啊，那么跟这个外道有什么区别呢？那么跟唯物论者有什么区别呢？根本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和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了啊！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啊，那么他是以世俗的方法去啊达到啊，希望达到啊自己的要求，比如说为了健康、发财啊、长寿、工作顺利啊这样子。然后我们啊有信仰的人。那如果不管来世啊，不管解脱这样子的人呢，那么所谓的信仰也就是为了啊，也就是为了什么呢？就他的目标跟没有信仰的人是一样的，也就是为了现世啊。没有信仰的人也是为了现世啊，有信仰的，比如说他不管来世啊这样子的话，那也就是为了现世啊。两个的目标是一样，只不过手法稍微有点点不一样啊。像没有信仰的人呢，他就是用世俗的方法去赚钱啊，健康长寿发财啊。那么我们也就是没有啊，不管来世啊，不求解脱的这个所谓的啊学佛的人呢，那么我们整天都是啊烧香拜佛啊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各种各样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个发挥啊。那么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不是为了成佛啊，也不是为了成为阿罗汉，也不是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也不是为了下一世不堕地狱、不堕诸生、不堕恶鬼。那么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现世啊，为了现世，为了现世啊啊，为了发财啊，我们去啊这个接受太多太多太多的黄财神的观定啊，黄财神的观定。为了发财，我们每一个佛教徒家里都供一个啊黄财神啊。如果我们今天说啊，今天如果我们说要黄财神的观定呢，要将黄财神的修法，那我想可能我们人在这个礼堂里面可能是坐不下的。嗯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喜欢发财呀 啊。但是手法不一样啊，没有信仰的人呢，脚踏实地啊，实实在在的去学习工作啊，用这个方法去发财啊，他有可能，因为他的方法啊很实际的啊，他能够发财啊。那么我们呢，就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福报的话，那能够这个求黄财神能够发财吗？不可以的。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给大家讲个故事。有一很早以前，很早很早以前啊，就有一个人呢，他修护法啊，修了护法，然后呢修成了以后呢，人与人对话一样的，可以跟他讲啊聊天啊。然后有一天呢，他就跟他说啊，明天啊，我给予你一个东西啊，因为你天天啊这个求护法、念诵护法，都每天都来求我，那么明天呢，我一定给你一个，我让你满足啊，我要答应你的条件，我明天给你一个给你一个成就啊，就是西地啊。然后这个人就非常的高兴，他觉得可能明天他要发财了啊。那么明天呢就是有一个地方呢，大家有一个供僧的地方啊，他就参加去供僧去吃斋啊，吃斋嗯。
然后这个吃斋的地方呢，有很多在家人也可以去啊，可以去参加啊，在家人也可以吃啊。然后啊，这个时候呢，啊，就他没有发现什么啊，就是因为头一天呢，护法答应他啊，给他一个很好的东西，但他没有发现什么啊，大家都在吃一个牛肉的这个粥啊，牛肉的粥，牛肉和其他的食物熬的粥啊，然后其他人也可以，很多人可以啊，乞丐啊，有很多乞丐也可以吃，然后他也就跟着他们一起去吃，其他的他没有得到什么。然后回来以后呢，晚上又跟护法聊天了，啊，你不是跟我说今天要给我洗涤吗？啊，洗涤是成就的意思啊，就给我一些这个成就吗？那我今天什么也没有得到呀，你不是撒谎吗？啊，他的护法给他说，那你今天这个啊，去那个吃牛肉粥的时候，你这个粥里面，你碗里面，你没有发现一大坨牛肉吗？啊，他说发现了呀，但这个大家都在吃啊。他说这个就是我给你的啊，这一大坨的牛肉是我给你的啊。那他就是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给你更好的东西，为什么？你自己没有福报了啊，没有福报了，我只能这样子给你这一点点啊，没有办法了。所以大家不要迷信啊，不要迷信啊，什么换财神啊，包品呢 啊买包品啊，然后呢就供坏的换财神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不是为了成佛啊，不是为了利益众生啊，不是为了解脱，不是为了了脱生死，而是为了发财啊，而是为了发财。所以我们的这样子的学佛啊，实际上就是说啊，这个跟没有信仰的人的目标是一个目标，两个方法啊，两个方法。他们的方法是我们刚才讲的很客观的啊，去学习赚钱发财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发财的方法呢不客观啊，不工作不学习，然后就是光是求黄财神啊，关很多很多的丁啊，然后买包拼供在家里边啊，然后我们以为发财啊，然后呢五年十年八年过去了，结果就是没有发财啊，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怀疑佛法了，哎，我为什么不发财呢？难道这个佛教里面讲的是不是假的呀？佛教里面根本没有这么讲啊，告诉大家，佛教里面就讲因果，有因就有果啊。如果你们想发财的话，那就好，现在如果有一点点的东西，哪怕是一点点也可以的，去布施啊，布施啊，布施，比如说布施有很多种啊，我们可以这个公益慈善也是布施啊，公僧也是布施，如果布施啊才能够发财啊。所以我们啊以这样子的方式学佛是不对的，方法是错的，即使是没有错，也就跟没有信仰的人啊是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呢要告诉大家什么叫做佛教啊，什么叫做佛教啊，什么叫做藏传佛教，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否则的话我们因为太多太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在这个当中啊我们已经迷路了啊，已经迷路了，我们根本不知道路在何方啊，解脱的道在哪里，大家都不清楚。那因为我们的这些太多的心识上的东西啊，太多的心识化的东西，把真正的佛教啊已经看不见了啊，已经照不到这样子。那么什么是啊这个真正的这个佛教呢？我们刚才讲的非常的简单，就这么三句话啊，或者是四句话叫做佛教啊。第一个啊，我们不要仅仅考虑啊，不要只考虑现实啊，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考虑啊，为现实我们啊
完全放下这个不可能了，因为我们都是刚刚学佛，不可能从今以后我们根本不考虑现世，这个不可能的。但是呢就我们的心中只有现世只有现世，不但是没有这个成佛阿罗汉连来世都不怎么管一切都是为了现世烧香拜佛然后就是水陆发回就给更多的钱到内坛密坛外坛就给几万块钱几千块钱然后呢就是花几百块钱去买包品等等，这些我们其实不要太多的去太过度的去搞这些不是佛教我不是说这个水陆法会，法会本身当然是佛教了当然是佛教然后呢我们比如说藏传佛教平时我们比如说观定当然是佛教，尤其是在密法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方法有问题了因为我们的方法有问题，所以这些现在就是在我们比如说像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地方我们的这个藏传佛教的商业化的东西呢也就特别特别的多新式化的东西本来就多然后把这个新式化再变成了商业化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越来越不知道到底什么叫做佛教，到底什么叫做藏传佛教，大家不知道那不知道告诉大家，藏传佛教就这么四句话就这么四句话，非常的简单第一句话里面讲的不谈现世就是说直上比如说你不想解脱不想成佛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众生的根基有各种各样的根基所以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要去成佛，也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要去成为这个阿罗汉不能这样子的要求，所以一部分的人可以走大乘佛教的路，一部分的人可能走南传佛教的路但是还有更多的人呢他可能是不想成佛，不想解脱但是呢他还是想这个学佛那么有没有这样子的学佛的方法呢既不要成佛又不要阿罗汉那还有这样子的学佛的方法吗？有这个叫做人天成人天成。佛教里面呢就讲这个悟成悟成是什么？人天成然后南传佛教的就分两个一个叫做阿罗汉一个叫做圆觉两个乘然后北传佛教的仙众一个乘然后金刚乘这五个叫做无乘其中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学佛的方法，比如说我们不想成佛没关系的不能勉强，如果你不想成佛可以不成佛，然后不想成为阿罗汉不想解脱也可以不想解脱也可以那么这两个都不需要，那他需要什么呢他就希望生生死死我能够健康长寿过一个人和天的一个天人的幸福的生活我只要这个，其他我都不要有些人呢他会这样子那么这种人他学什么佛法呢？就学这个人天乘那么人天乘他要求我们不要一切都为了现世也要考虑来世来世。所以人天乘他就是有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呢，在我们的这个观点我们的见解上面有什么要求？第一个你要相信轮回，相信人的前世今生要相信轮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坚定不移的相信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要相信这两个
这个就是他的见解啊，他的观点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尽量的心善断恶啊，心善断恶，这样子，那好，你不需要成佛，不需要阿罗汉，暂时啊不勉强啊，不勉强你，那么你就可以啊相信轮回，相信因果，然后尽量的做好事，尽量的心善啊就可以了，这样子下一世啊完全你可以不堕地狱啊，不堕畜生道，不堕恶鬼道，然后呢你下一世可以回来啊做人啊，或者是往生到这个天人当中去享受人天的这个福报啊。但是呢生老病死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是必须要去面对的啊，这个是必须要面对，但是呢暂时啊有保啊这个它有保障的啊，这叫做人天成啊。那么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很多地方的这个学佛呢连啊人天成啊都不是啊，比如说我们就是为了现世的发财啊，为了现世的健康，为了现世的工作顺利，然后就去烧香拜佛呀，做很多很多的发这个活动啊，这些呢啊连人天成啊都不是。所以大家啊不要这样子，我们这一生当中啊，我们这一辈子当中学佛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啊，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这是我们啊，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啊，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机会。我们这一生啊当中，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啊，不管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啊，这个共通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懂得啊学佛，懂得修心啊，懂得走向解脱的道路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啊去走解脱路，学佛修心啊，有这样子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讲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人生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啊有地位或者没有地位都不管，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生命是非常有意思。但是呢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我们自己啊就不去珍惜这个机会啊，然后我们就不去啊学佛啊，不去求这个，不去求大乘，不去这个学大乘佛法，也不学南传佛教啊，都不学，我们就为了啊健康，为了长寿，尤其是为了发财啊，然后就参加很多很多的这个活动啊，这样子的话，那这是非常的可惜的啊，这是最大的遗憾。所以呢，我们啊希望大家以后呢，我们的终点啊就是直少啊，直少就是来世啊，现世和来世啊，我们不仅仅说来世啊，现世和来世啊，我们不要啊不要只追求现世的利益啊，这样子的话，那有信仰和没有信仰其实都是一样的了。所以这里面也讲啊，如果啊一切都是为了今生啊，这样子的话，那根本就不叫佛教徒了啊，连佛教徒都不算。所以我们第一个啊，要大家以后啊，以后我们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善事也好啊，最起码也要想到啊，想到除了今生以外还有来世啊，生生死死啊我们都要考虑进去啊，只考虑现世啊，然后其他什么都不考虑，连来世啊都不去想啊，这样子的话呢，这种学佛的方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啊。所以第一个啊，希望大家啊就尽量的我们要去想啊，去至少最起码也得要去想来世啊。当然我们不是说啊不要去考虑这一生啊，这个我们因为
这一生啊，先世呀、啊，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很现实的东西。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去为了先世的健康啊，为了先世的发财啊，就做一些，比如说烧香拜佛，或者是我们现实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临时去报佛教啊，求佛啊，这个有。没问题的，这些都可以做啊。但是呢，我们的最起码的啊，最起码的这个要求呢，最起码的啊，这个最低限啊，也得要考虑这一生和来世生生死死啊，生生死死，我们要考虑生生死死，不堕地狱，不堕出生，不堕这个这个善恶趣啊，生生死死能够健康，能够长寿。啊，能够做一个啊，这个幸福的啊，这个生命啊，这样子去学佛的话，那这也是一种选择啊，这叫做人天成。释迦牟尼佛觉得啊，允可以这么做啊，佛就做的觉得可以这么做。释迦牟尼佛允许我们一部分的佛教徒啊，可以走这条路啊，所以呢，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一切都是为了先世，这样子不对的，所以大家不要迷茫啊！学佛，我们必须要这个用智慧去学佛啊！学佛，我们首先我觉得我们需要几个问题要分清楚，要分什么呢？一个就叫做一个是供佛啊，第二个是求佛。啊，第三个才叫做学佛啊，这样子三个啊。但是我们平时我们把供佛、求佛啊、学佛，我们全部混为一谈啊。然后我们把供佛和求佛也当作学佛啊。什么是学佛呢？我们以为学佛就是供佛和求佛啊，其实不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三个的区别是什么呢？比如说啊，我们经常到寺庙去烧香拜佛啊，烧高香、烧头香啊，然后就是花很多很多的钱去烧这个头香、烧高香啊，这样子的这个啊，这样子的这个行为，叫做供佛啊，这个叫做供佛，还不叫学佛啊，这个不是学佛，这是供佛而已。然后呢？这个是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情况呢？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啊，他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啊，然后呢，他不去跟老师啊学东西啊，不去给老师学东西，但是呢，他喜欢他的老师啊，然后他整天啊就吃的穿的用的。啊，卖很多很多东西送给他的老师啊，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学什么东西啊，他在他的老师那里啊，从来都没有学过什么东西。但是他喜欢他的，他非常的尊敬他的老师，所以他经常啊买水果呀，买很多东西啊，就送给他老师。大家想想啊，如果这个学生啊一辈子都是这样子的话，那。他这个行为啊，他尊敬他的老师啊，这个是值得赞叹的啊。但是呢，实际上啊，他自己什么都没有学到啊。他依靠这个老师啊，应该做什么呢？应该学习的啊，应该学习。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学习啊，就是整天啊供养他的老师，他什么也没有学啊，就是这样子啊。大家想想，这个有意思吗？没有意思的啊，这样子天天他给他的老师送礼啊，每次啊这个节日的时候他给老师送礼啊，生日的礼物啊，过节的这个元旦的礼物，春节的礼物啊，然后就是圣诞的礼物，佛诞的礼物，他送很多很多的礼物啊，给老师送很多的礼物，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向老师学东西啊，什么都没有学，最后呢，他一无所有，他什么都没有学到啊。这个就是我们啊，经常去供佛、烧香、拜佛，
不学习，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是第一个。嗯，然后第二个呢，叫做求佛啊。求佛是什么呢？当我们的啊这个工作、家庭、婚姻啊这些上面呢，就面临一些啊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在失速的这个方法当中找不到什么更好的方法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去求佛啊。如果在世俗的方法当中，如果找到什么方法，那我们可能心里可能不会去想佛，还是用世俗的方法去解决。但是世俗在世俗啊实践，我们没有找到方法的时候呢，然后啊我们去求佛啊，求佛，佛祖保佑我啊，让我啊这个啊顺利啊，工作顺利啊，不要出什么问题。如果不出什么问题，佛陀答应我的话，那我下次我来给你啊供更高的香啊，然后呢我给你修更好的庙啊，这样子啊，给佛陀这样子这个交易啊。那这个是什么？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求佛啊，临时抱佛脚啊。那这种行为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学生啊，学生啊，他快要考试的时候啊，或者是他出什么问题的时候呢，然后他不学习，然后呢求他的老师啊，老师跟我想个办法，快要考试了，你一定要跟我想个办法，求求你啊。但是他自己不学啊，不学老师有什么办法呢？啊，考试的时候还是不会及格的啊，再求老师也好啊，就在跪在老师前面啊，三天三夜也好，他老师就让他学习，如果好好学习才能够及格，才能够考试及格。但是呢，如果他自己不学，那老师求老师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办法的啊。佛教啊，佛教怎么认为呢？佛教不认为释迦牟尼佛是万能的啊，佛教说佛是全知的啊，但是他不是全能的啊，不是全能的。如果佛是全能啊，如果释迦牟尼佛让这个地球啊向右边转就右边转，向左边转就左边转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今天还有生老病死吗？啊，不会有的。我们今天所有人根本就不需要求佛，我们根本不需要去烧什么高香头香，佛一定无条件的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啊。但是佛没有这样子的力量啊。嗯，为什么佛没有力量呢？因为我们自己造的业太多了啊，我们自己造的业太多，所以呢佛这个时候也是很无奈的啊，很无奈的。如果佛是一个像普通的人这样子的人的话，那他非常的难过的啊。当然佛是没有这样子难过不难过了啊，佛肯定如果是普通人，那特别特别的难过了啊。但是再难过也是没有用啊，因为佛不是全能，不是万能啊，不是万能。西方宗教他就会说啊，有一个万能的神啊，就是主宰这个世界。嗯，但是佛教啊，就讲两个字，缘起啊，缘起有缘啊，就缘起就是因啊，有因啊就有果啊，无因就无果啊，求了也没有办法的啊，求了也是求不到。嗯，所以我们啊这样子求佛啊，当然我们比如说老师这样子学生啊，苦苦的求老师的话，他会不会考试的时候他有没有办法就做一点点，在里面做点文章，做点收教啊？但是可能啊，恐怕啊，老师也没有办法。同样的，佛，我们求佛啊，有些时候可以得到佛的这个加持，但是作为这个佛的加持，也并不是说我们光是求啊就能够解脱呀，就能够成佛呀，不是这样子。嗯，所以啊，这个叫做求佛啊，求佛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学生啊，自己不学习，自己不努力啊，整天求他的老师一样啊。然后供佛呢啊，刚才讲的啊，他也不学习，也不求老师，但是他喜欢他的老师，他给老师天天送礼
一样的啊。然后最后一个啊，叫做学佛啊，叫做学佛。那学佛呢，我们向佛陀学习啊，这个就像有一个另外一个学生呢，他第一个啊没有去给老师送礼啊，第二他也没有给老没有去求老师啊，但是他特别的认真的听啊老师讲的话啊，然后特别的这个用功啊，就向他的老师学习，那、啊、向他的老师学习，这样子三个人啊，三个不同的人，最后啊真正的成功的是谁呢？就是第三啊，第三个人，第三个人，第一个和第二个啊，他们不会成功的啊，第三个人，第三位学生才能够成功，所以我们啊，把这个学佛、求佛啊、拜佛啊，这三个要分开啊。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是学佛啊。当然，我们有些时候呢，也可以拜佛啊，也可以求佛，这些都可以。但是呢，我们不能不学佛啊，不能不学佛。重点就是学佛，重点不是求佛啊，重点不是拜佛啊，重点就是学佛，学佛啊。我们刚才讲，比如说第三位学生啊，他是非常用功的学习的啊，那么他也可以给老师啊。这个送礼啊，表达他的心意，他也可以求老师啊。有些时候他有什么要求，他也可以给他的老师讲啊。但是这两个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他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啊。这个才是重点，这个才是真正的啊解决问题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学佛也是啊，我们学佛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需要的时候也求佛。也可以拜佛，我们每天都去啊，在自己的佛堂里面呢啊，上香、供水、供宣化都可以啊，这个就是配福报、积累福报都可以。但是最终啊，我们要学佛啊，光是求、光是供啊不行的，要学佛。好，那么学佛啊，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这个主要的话题就是学佛啊。那怎么样学佛呢？学佛的方法是什么呢？啊，告诉大家啊，学佛的方法就是三个字啊，三个字非常的简单，三个字，三个字就是闻思修啊，闻思修，闻是什么？听闻佛法啊，我们要去听啊，不管是南传佛教的啊，这个汉传佛教的、藏传佛教的法师、活佛、堪布啊。长老过来讲法传法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听啊，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子面对面，如果有这个机会，大家就去听啊，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缺乏这个佛教的系统的教育啊，我们今天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绝大多数的人的学历都是很高的啊，就是都是啊。接受过良好的这个教育啊，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啊。但是有一个教育我们没有接受过，这是什么？这是佛的教育啊，佛的教育我们没有接受过。因为我们没有接受佛的教育啊，所以我们在很多的问题上啊，工作、生活啊。尤其是这个心灵的问题啊，当我们面临一些心灵的危机的时候呢，然后啊，我们啊就是非常的无奈啊，就是不知所措啊，就是这样子。那是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接受过佛的教育啊，所以我们要去听啊，这叫做闻。然后第二就是思啊，思就是思考啊，思考。因为佛教的讲的啊，佛教有佛教的世界观啊，有佛教的人生观，有佛教的价值观啊。那么佛教的人生观、价值观啊、世界观都是非常深层次的这个世界观、深层次的人生观、深层次的这个价值观。我们看到的这个价值观，我们看到的都是表面的世界观、
表面的人生观，表面的价值观。嗯，那所以我们啊，这个世界我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啊，然后我们根本不了解我们自己啊，我们的最大的盲点就是我们自己啊，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的。嗯，很多人觉得不可能吧，怎么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呢？我就是一个老师呀，我就是一个医生啊，啊，我就是一个什么商人啊，企业家呀，怎么不知道呢？这些老师、企业家啊、商人啊，这些都不是自我的啊，这个定义，这都不是自，这是我们的职业的名字啊，是我们的工作的名字，不是我们的定义啊。所以我们最大的盲点啊，就是不了解自己啊，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啊需要这个思考啊，需要反复的去思考，这个叫做思啊，闻思，思就是思维思考，然后最后啊修啊，最后就是修，嗯，修。如果不修啊，我们动太多太多太多的这个理论啊，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就是没办法做啊，做不到啊。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修行不到位。我们很多佛教徒也说啊，佛教徒也说我很痛苦啊。为什么痛苦呢？因为这些道理我都懂啊，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这个我都懂啊。你讲的这些我也会讲，都懂。嗯，但是我就是做不到啊，这个很痛苦，很困扰我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修心不到位啊，我们知道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都知道，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去训练啊，没有去训练。比如说一个舞蹈演员啊，一个舞蹈的表演者啊，他理论上他知道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啊，这个舞蹈怎么去表演啊，他知道了，理论上他都知道，但是呢，因为他还没有去练啊，没有去排练啊，因为他的排练不到位，所以呢，他做出来的这些动作都不是他想象的这样，很难看，很难看啊。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排练呢不到位，所以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到，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认认真真的去修心，没有去打坐，没有修心啊，所以我们做不到。如果你想啊，想做得到啊，知道什么可以做的，什么不可以做的，这些趋势啊，想做到啊，想能够落实到这个实际的行动上啊，这样子的话，那就大家要修心啊，这叫做修。闻思修这三个特别重要，希望所以啊，我们啊，在这个马六甲啊这地方呢，就是华人最多的地方了。然后呢，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呢，就是儒释道，就这三个啊。那么其中最关键一个很就趋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遇到心灵的危机的时候呢，真正的能够用得上的，完全能够挽救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呢，就是识啊，儒释道里面的识就是佛法啊，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所以啊，那么我们应该去学习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学佛呢，不要停留在这个烧香拜佛的这个阶段，不要在这个层面上啊。希望大家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去学习啊，汉传佛教啊，然后藏传佛教在马六甲也有很多的这些中心啊。那么这些中心呢，也就我们不要经常去告啊，比如说天天都是买包批呢，然后观定呢，护供啊，会供啊，啊这些心事不能太多了啊。我并不是说观定不好啊，观定它本身是非常非常好的，很需要的。尤其是学密法的话，不能没有观定。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很多观定呢，其实是一种啊商业化的一种手法，一种变相的商业化的手法啊。所以这个
这种观点，我就是说这种观点是没有意思的。我不是说否定了观点本身呢，我是说我们目前做的这些很多观点，当然也不是说所有很多都是有问题的。那然后就是我们的活功啊、回功啊，各种各样的这些发挥，也就是这样子，也是太形式化了，太过于的形式化，太过于的过度的这个商业化。然后汉传佛教的很多活动也就这样子啊。那么从今以后，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佛教徒啊，我们可以去灌顶，但是呢，不要去灌这样子的商业化的顶啊，没有用啊。然后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去参加一下啊，水陆发挥啊，什么这个发挥那个发挥，孝在焉收啊。我们不管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很多很多的汉传佛教的寺庙的这个门口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的这个广告啊，广告发挥的广告，所有的发挥的广告的最大的字就是四个字啊，是不是菩提心？不是啊啊，是不是出离心？也不是，是不是那是不是四个字的话，是不是明心见性啊？也不是，那大家猜猜是什么呢？孝在焉收啊，就这四个字。孝在焉收啊，我们都不想明心见性啊，所以没有一个寺庙里面就讲这个用，没有任何的寺庙用明心见性这四个字来给大家做广告啊，没有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不感兴趣啊，明心见性你们都不感兴趣，所以寺庙的横幅上啊也看不见明心见性，因为你们不喜欢这个东西，所以啊。寺庙他也知道这个挂一个这样子的横幅，明心见性没有用的，谁都不感兴趣了啊，所以干脆就是孝在焉收啊，哈哈哈，这样子多好啊啊，因为我们很迷信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不成功的啊，或者是所有的不顺利，我们就觉得啊，归身的与问题啊。有什么鬼啊在干扰我啊？有什么附体在干扰我？所以我要啊，或者是有什么冤亲债主啊？我们很多人都会喜欢说啊，谁谁谁的身上有什么附体啊？有什么冤亲债主啊？然后谁的身上有一大堆的冤亲债主，所以生病了，所以不成功了，所以事业不成功了，所以就是感情不顺利了，所以这个啊家庭不和睦了等等啊啊，所以我们要消灾啊，消灾啊，所以要消灾啊，所以我消灾啊，这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啊，这个两个字特别有诱惑，特别有魅力的这两个字啊，只要某一个寺庙的门口看到消灾两个字，那我们一定要参加的啊。一定要参加，然后延寿啊，延长寿命多好啊啊！但是我们很矛盾的啊，非常的矛盾。为什么呢？我们一方面呢，特别特别的希望延寿啊，延长自己的寿命啊，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特别的不想衰老啊，特别的不想衰老啊。就当我们看到一根白头发的时候呢，然后可能是一个月的心情不好啊啊，然后当我们看到啊脸上看到第一次发现啊这个皱纹的时候呢，然后特别的不开心啊啊，然后第一次有人叫你大姐呀 啊或者是 啊老太婆的话，那就更惨了啊啊，这样子的时候，或者是阿姨呀、啊、这样子的时候，三天三夜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但是我们很喜欢延寿啊，很喜欢延寿。如果这么痛苦，这些东西这么不想要的话，那就不要延寿了。不要延寿，这些都不会有的。如果要延寿的话，那这些是自然的规律。我们在反对自然规律啊，我们在反抗自然的规律，不成功的，不会成功的。所以，孝在延寿啊。所以我们呢，就到寺庙里面去，捐很多很多的钱啊，给我啊，很多人是很聪明的啊，这样子，
这个没关系，我有办法解决啊。到寺庙里面去花很多钱啊，给我验收啊，然后我到韩国去啊，然后就给我打针脸上，然后做各种各样的手术啊，这样子不就是两个问题都解决了吗？啊，其实不是这样子啊，再打针也好，再动手术也好，再怎么样也好啊，生老病死自然的规律是没有办法啊，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啊解决的，他一定要该来的时候会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些没有用的这些上面呢，啊，我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了啊。所以我们以后呢，我们汉传佛教的这个门口的这些横幅呢，也换一换啊，不要天天都是消灾延寿，就是换个其他东西啊。然后我们藏传佛教的这些宝瓶呢，什么观音啊、后宫啊，也就换一换啊。那换什么呢？我们不管藏传、汉传啊，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南传佛教还做得很不错的啊，他也没有消灾延寿啊，也没有观音宝瓶啊，挺好的，实实在在在修行啊。那么我们北传佛教里面可以分啊藏传和汉传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横幅和标语我们换一下啊，换什么呢？我们原来的四个字现在就换三个字，文思修啊，文思修三个字啊。所以以后呢，你们大家啊，也就希望你们喜欢这三个字啊，喜欢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我们啊非常的希望以后啊，就在两年三年之内，这三个字也就像消灾延寿一样的对你们有吸引力啊，希望对大家有吸引力啊。慢慢大家知道道理以后呢，哦，原来学佛修心这样子的话啊，能消灾延寿的就可以的啊，不能的呢，我们烧高香头香也是没有用的啊，所以还是我去啊这个文思修啊。这个文思修三个字对我们大家都有这样子的吸引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真正的开始第一个不是求佛啊，第二个不是拜佛，那个时候我们真正的开始学佛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学佛了啊。希望大家重视啊，希望大家重视啊，像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啊，我们学佛的这个环境啊，学佛的条件各方面我觉得特别的成熟，特别的好啊，特别的好。但是呢，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系统的教育啊，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了啊。你们我知道大家都是很虔诚的，那心很虔诚啊，所以一点问题都没有，基础是特别好的啊，都是学佛的料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这个教育啊，没有教育，没有正规的佛教的教育，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学佛，只有烧香拜佛，只有求佛拜佛，所以以后我们大家啊，想一切办法啊，闻思修啊，尽量的去听，尽量的去思考啊。去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到寺庙去烧香拜佛，当然是很好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不但是没有问题，而且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只有这一点啊，其他的核心的东西啊，我们都不去管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是，这就是啊，非常大的损失啊，很遗憾的。好，这样子，这个希望大家记住啊。然后接下来啊，那我们要学佛的话，那怎么学佛呢？啊，现在就是我们后面的三句话了啊，后面的三句话。刚才我们第一句话呢，不要一切都是为了现实啊，现实的消灾延寿啊，不要一切都为了现实的消灾延寿，不要一切都为了现实而求佛拜佛啊，就这样子。这个第一个啊。沙迦诸师的这个教言是就针对今天我们的学佛的人讲的啊，这是第一个，不要全部为了今世，这样子就连佛教徒都谈不上啊，更何况是菩萨呀什么什么啊，更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大家要记住，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啊，现在是第二句话是若爱三界废出力啊，三界是余界、色界、物色界啊，就叫做善界流导啊。整个轮回啊，整个轮回我们分三个啊部分啊，一个叫做这个余界，就是我们包括我们现在我们人啊、天啊啊，还有这个地狱啊，都叫做余界。然后在这个上面呢，有另外一种生命啊，叫做色界啊。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又另外一个生命啊，这个叫做物色界啊，这叫做三界。然后三界啊，三界的总称啊，就叫做轮回啊，轮回。然后若爱轮回啊，爱轮回是什么呢？啊，我们就是不想解脱啊，我们就不想解脱，我就不要解脱，我不要成佛，我不要阿罗汉，那要什么呢？我就要在这个轮回当中享受啊，要享受人天的福报啊。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不叫出离心了啊，不叫出离心。嗯，那么什么叫做出离心呢？啊，出离心啊，其实今天呢，我们能不能解脱啊？能不能走上解脱道啊？在这个上面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第一个就是出离心，嗯，希望大家重视啊。首先，我们今天我们就这么多人在听这个课啊，目的是什么呢？大家想学佛而听这个课啊。那么想学佛的话，我们想什么样学什么佛呢？啊，什么叫学佛呢？刚才我们讲啊，就向释迦牟尼佛学习，这个叫做学佛啊。向释迦牟尼佛供啊供这些供品啊，这个不叫学佛，这叫做供佛啊。向释迦牟尼佛求什么事情啊，这个也不叫供佛，也不叫学佛，这个叫做求佛啊。那么这是我们大家都很了解的事情，很在行，我们都很在行的这个求佛呀、拜佛呀啊，大家都很清楚了啊。学佛呢啊，我们不太在行啊，学佛我们就不还没有，很多人还没有开始啊。那么学佛是什么呢？就是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向释迦牟尼佛学习。那么向释迦牟尼佛学习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啊出家了，是不是我们也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出家呢？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向佛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就学习两个啊，向释迦牟尼佛学习两个东西。嗯，两个东西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啊，智慧，第一个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啊，第二个是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啊，释迦牟尼佛的慈悲。我们向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学习啊，向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学习啊，这样子才叫做学佛啊，这样子才叫做学佛。所以希望大家啊这方面努力啊，就是说实在的话，那我们就是像现在这样子的这个学佛的机会啊，什么时候有，以后什么时候，如果这一生当中啊我们不珍惜的话，什么时候有，这个很难说啊，也许是几千年以后有，也许是几万年以后，也许是几百万年以后啊，这个说不清楚的。所以这一生当中啊，我们去赚钱也很重要啊，在家人要生活，要养家糊口，要生存，所以赚钱当然很重要了。所以释迦牟尼佛没有要求啊，在家人不赚钱啊，在家人不工作，怎么可能啊可以。但是呢啊，希望大家我们每一天都有24小时啊，每一天都有24小时，每一年都有365天啊，每一天都有24小时啊。那么24小时当中呢，8小时是工作啊，工作。如果还要加班的话，那么可能还要2个小时左右。那么10个小时是工作，嗯，但是呢，还有14个小时啊，还有14个小时。那么剩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一部分啊，就是用来生活，另外一部分啊，能不能啊安排到这个学佛啊，就是这上面，嗯，比如说我们早上啊
早起一个小时啊，修心打坐。晚上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就是一个小时啊，哪怕是半个小时，40分钟也可以，这个总比不修好啊。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啊，学佛的话，那么我们细水长流啊，这样子的话，那么虽然是一天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呢，每天能够坚持两个小时的话，那就10天就20个小时了，已经很不错了啊，已经很不错。所以我们每天能够这样子修心的话，那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因为我们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这一生啊，为了这一生，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太多，大家都清楚的啊。从小啊去学习啊，小年包括幼儿园啊，然后就是小学、中学、大学，这么十几年啊，快20年啊，就学习这么多的东西啊，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生存赚钱吗？不是为了学，不是为了成佛啊，不是为了解脱呀啊，付出了20多年啊，学这个赚钱的方法啊，生活的方法，然后学完了以后呢，我们出来开始工作了啊，开始工作。然后到今天为止，大家想想我们为了这个生活啊付出了多少啊，付出了多少，大家想想付出的是我们的时间和生命啊，付出了很多。但是呢，我们得到了什么呢？就是大家啊可想而知啊，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亿万富翁啊，不是啊，我们只能说啊，大家的生活啊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就仅此而已啊，仅此而已，没有得到什么。但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啊。那么我们能不能啊，就是这个为了解脱啊，能不能在这个为了这个现实工作啊赚钱啊这上面付出的这个时间当中啊，能不能一小部分啊，一小部分，比如说1/10、10%啊，这样子的时间能不能用到啊这个解脱修心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为了这一生啊付出了太多太多了。但是呢，这一生啊还有多长时间呢？所谓的这一生是什么呢？就是七八十年，80-90年，最多是100年啊，100年。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已经过了啊，剩下的是多少，我们谁都说不清楚啊，说不清楚。死亡啊是必然的啊，有一天一定会到来，这是必然的啊。那么我们比如说今天有没有死在活着，明天有没有死活着，这些都是偶然的啊，没有一个理由我今天一定要活下来，没有一个理由我今年一定要活，没有这样子的必然的啊，都是偶然的。我今年也能活着啊，明年也没有死活着，都是偶然啊。但是最后一个是必然的，这是死亡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虽然是付出了太多太多，但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必然的一天到来的时候呢，我们付出的一切啊，一切就是到此为止啊，对我们一点用都没有。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离开了，我们要走了啊。但是呢，为了走啊，我们没有任何的准备，一切都是为了居住在这个地球上而准备啊。但是呢，居住的时间呢啊，就这么短啊，这么短暂。然后我们忘掉了啊，我们要走啊，我们忘掉了我们要走，我们一直都为了这个居住啊，这个奋斗付出啊，然后做很多的工作，但是我们忘掉了要走。那么走啊，有没有准备？没有准备。这个是非常残忍的呀。所以呢，我们一部分的时间啊，应该是用来啊准备一下走的时候怎么样去走啊，这个应该得想想，总有一天一定要走的，必然的，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啊。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啊稍稍要做一点准备啊，做一点准备。所以啊，我们
要用三个字啊，就是文思修，刚才讲的啊，这个特别的重要。所以第一个啊，文思修我们学什么呢？刚才我们讲过了，第一个就是学啊出离心啊，出离心是什么？我们充分的去了解到底这个世界是什么，轮回是什么，是幸福还是痛苦啊？然后我们这样去思考啊，思考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会发现啊，这个轮回真的是很痛苦的。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当中，我想可能是 80-90% 的人，他们肯定会说啊，我不想再回来了啊，不想再回来，就是像这一生一样，从小啊，然后呢，又为了这个学习啊，连小学生都有那么大的这个压力啊，然后呢，毕业了以后呢，这么10多年、20年的学习结束了以后呢，找工作啊不好找啊，然后呢，找到了工作以后呢，成家啊，然后就是为了房子，为了车子啊，就是啊，就一辈子就是为了房子，为了车子，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房贷和车贷啊，那么就是为了付这个房贷和车贷啊。这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房奴和车奴，我们当一辈子的房奴和车奴啊，为了车子当车子的奴隶，为了房子当房子的奴隶，那没办法呀，房子还是要住，没地方住呢，就只能这样子啊，车子啊没有也不方便，也就只能这样子。所以我们真正的让我们说出到底是什么啊？到底幸福是什么呢？我们这一生当中，大家好好想想，我们什么时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呢？啊，绝大多数的人会说童年啊是最幸福的时候，但是现在也没有童年了，童年也没有了啊。童年也就是像3岁的时候、2岁的时候就送到托儿所啊，然后就是4岁的时候就送到幼儿园啊。7岁的时候就送到小学啊，哪有童年的？没有童年的，童年也没有啊。2岁之前呢，也记不住了，所以绝大多数的人会说最幸福是童年，但是也没有童年了。如果我们死了再回来的话，童年更没有童年了啊，就更加的没有童年了啊。所以我们大家好好想想，这个人生当中，我们自己啊，我们不说释迦牟尼佛怎么评价这个轮回，我们不说这个其他的上师怎么说，我们自己去想想，到底什么是最幸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不出来啊。那么痛苦是什么？你这一生当中的遇到的痛苦什么呢？绝大多数的人就是可以说一大堆的痛苦的啊。然后呢，幸福你觉得最幸福的时候什么呢？大家都就觉得没有太多的很幸福的，就有些时候呢，比如说出去旅游走一走，散散心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就觉得幸福。但是呢，3-5天以后呢，回来的时候呢，一下飞机然后所有的压力都又回来，所有的烦恼都回来了又不开心了那么又想去旅游，我们天天旅游可能吗？怎么可能？不可能了。所以大家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了啊，因此释迦牟尼佛就是说轮回是很痛苦的啊。那我们人都是这么痛苦的话，那么地狱畜生啊、恶鬼啊，就更何况了啊，他们更加的这个痛苦。然后天人啊，天人呢相对来说他的生活幸福的，然后他的身体也是健康的，但是呢，他很愚昧的，他很愚昧因为没有痛苦，他以为整个世界就是像他当时的生活一样幸福的然后这个幸福，我们人就是这样子非常颠倒的越是痛苦的时候，这个时光对我们来说特别特别的长，哪怕是1小时，也就等于是1年然后越是幸福的这个时光呢特别的短特别的短暂。所以天人他的生活是幸福的，但是呢因为他幸福，所以一下
就一段段的时间当中就过了啊，就过了，他根本就没有感觉到那个时间有那么长啊，一下子就几千年几万年过了。嗯，所以这轮回当中呢啊，我们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幸福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不要爱轮回啊，不要爱轮回，我们要去爱解脱啊，爱解脱。嗯，这个不要爱轮回的意思呢啊，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喜欢吃好的吃的东西啊，不能并不是说不能喜欢美食啊，不能穿漂亮的衣服啊，不要去住别墅，不要去开名车，不是这个意思。这些东西如果你们有积蓄可以用啊，如果还有更好的话，有机会的话都可以用，都没问题。但是呢这些东西必须要当做一个，比如说啊，几百万啊，一千多万人民币的这个车啊，应该是多少多少个马币啊，这样子的车如果有可以用啊，但是呢把它当做一个交通工具就可以了啊，这样子就不会阻碍你的这个解脱。嗯，然后呢豪宅啊，银行的积蓄啊都可以有啊，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这些东西都作为一个生存的一个条件啊，就这个就不过就是一个生存的条件而已啊，这样子看那这些都没有问题的，都可以有的。嗯，但是呢心理啊，我们的目标不是啊，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目标不是去开名车啊，不是去背这个名牌的包啊，那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解脱。在追求解脱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如果也不像啊很艰苦啊，生活不像很艰苦，那可以的，生活可以过得好一点，同时也就去走向解脱啊。我们的目标啊不是吃美食而活，我们的目标不是住一栋房子而活啊，我们不是为了一辆车而活啊，我们是为了解脱。但是为了解脱啊，需求解脱，我们走解脱道的同时，如果有这些东西也可以的啊，也可以有。释迦牟尼佛他从来啊没有主张让我们所有人去当苦行僧啊，不需要当苦行僧啊，当苦行僧以苦行僧的方法想解脱的这个方法不是佛教，另外一种印度的原始的宗教，他们认为苦心啊折磨身体的话也可以解脱。嗯，为什么呢？他们觉得人为什么轮回呢，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人的肉体啊，另外一个是人的精神啊，其中任何一个受到了破坏就可以不流转轮回当中啊，所以呢刻意的去折磨啊自己的身体，这叫做苦心啊，苦心。那释迦牟尼佛觉得肉体的这个折腾啊，反而让我们产生更多的烦恼啊，更多的烦恼，更加的烦恼，所以这个不解决问题啊。肉体比如说我们消灭了啊，那下意识还是有产生新的身体啊，这个不会解脱。嗯，所以问题呢不在我们的肉体上，而在我们的啊心理。嗯，所以把心理的问题解决了啊，那么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佛的方法啊。所以我们啊就尽量的希望大家这个修出离心啊，真诚的希望大家修出离心，这个对我们来说特别的重要啊，因为也许我们啊有些人还不怎么这认识不到位啊，觉得还尤其是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啊，还是对这个生活呀充满希望的，他觉得我去啊就学习，然后努力的工作啊，我一定会很幸福，应该有一个很幸福的这个日子可以过啊，年轻人很多都是这样。然后呢大多数的这个年纪啊稍微大一点的人呢，他已经经历过了啊，他经历过了，尤其是有钱的人，真正的这个我们世俗的人特别羡慕的所谓的成功人士，
作为的我们的社会的精英啊，那他们就已经感觉到了，他们觉得啊，我也应该算是成功人士了，应该算是有钱的人了啊，但是呢，我没有感觉到什么幸福，他们都有这种想法的。所以老啊，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呢，他已经经历了这些，都经历了，所以他不认为有什么更好的东西啊。但是呢，年轻人呢，他还是总是有一个希望，所以这个出力啊，这两个字对他们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说服力啊，没有那么大的说服力。但是呢，那是什么呢？那是我们不了解人生的原因啊，我们对人生的这个认识不成熟啊，不成熟，还是在一个还不成熟的阶段当中，慢慢的成熟了以后，我们就会知道的。所以这两个字特别的重要，尤其是我们走到最后的时候啊，大家都更加的重啊，知道的啊。就像美国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啊，那么他最后在病床上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说了什么话，大家知道吗？啊，如果用钱能够解决什么问题的话，那他没有钱吗？啊，如果用这些电子啊产品科技能够解决什么问题，那他没有吗？但是呢，他最后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呢，他说的话是什么？大家应该知道，我觉得应该大家知道的。他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使人觉得，包括他自己之前觉得特别的啊辉煌的东西，特别的有意思的东西，当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呢，一切都啊变成了灰色的。意思就是说，一切都对他没有用啊。之前觉得特别了不起的、特别有用的、特别羡慕的这些东西啊，最后的时候他觉得都没有用啊，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就变成这样子了啊。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一天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啊。这一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必然的啊，不是根本就不是偶然，就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稍微啊活得愉快一点、健康一点啊、幸福一点，都是偶然的啊，都是偶然。最后一天，一切的努力啊都是徒劳无益啊，一切的这个付出都是没有用啊，都变成了这个灰色啊，没有颜色，没有吸引力。那这样子的一天的到来是必然的，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必然的。所以我们为了这一天啊，我们应该做一点点的准备啊，做一点点的准备。那么这个准备呢，就是我们在心理上做啊，我们的内心的调整就是这个准备。所以希望大家啊，不要孤独的这个贪欲轮回啊，这样子我们不会有好的日子过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往这个方向，解脱的方向走啊。如果我们能够解脱的方向走啊，有美食可以吃啊，然后有名车可以继续可以开啊，或者是你想换一个更好的，如果你有钱，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都没有问题，有两个、三个、五个都可以啊。当然佛教是原则上是佛教提倡啊简单的生活，这叫做少欲知足，简单生活啊。但是呢，如果你是不太喜欢这个生活的话，那如果你自己有福报啊，稍微啊这个你的物质丰富一点都没有问题的，都没关系的啊。只要你不忘掉这一切，比如说这个别墅有一天啊你想住也不能住了啊，然后这个名车有一天你想开也没办法开啊，你不想舍弃也得要强制性的舍弃，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天啊。那么为了这一天稍微做一点准备，这个我觉得对大家来说特别的啊有啊特别的有用。因为我们就像乔布斯，还不像绝大多数的这个商业界的人呢、啊、他是佛教徒啊，但是呢他也最后就是这样子啊，他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啊普通的人都有这么一天啊，就为了这一天我们还是要稍微要做一点准备啊。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先从现在开始啊，我们一方面可以赚钱工作生存啊，另一方面我们走解脱道啊，走向解脱道，我们要称，我们要解脱啊，我们要了脱生老病死，我们不想在这个轮回当中啊这样子的这个下去。如果我再回来的话，回到这个轮回啊，那就是来度众生啊，除非度众生啊，否则我以现在的身份，现在的这种方式，我不愿意来这个轮回，就是要有这样子的决心啊，这叫做出力啊。若爱三界，如果我们爱这个轮回啊，贪欲，对轮回的贪欲，对轮回的眷恋放不下，那就非出离，就是不是出离心了。那么没有出离心的话，那没有出离心的话，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走向解脱啊。走解脱的啊，走上解脱啊，能不能走上解脱？这个就是要看有没有出离心。如果有出离心，那我们的方向已经确定了，就是解脱。如果没有出离心，那我们的方向也确定了，轮回。啊，没有第三条路，所以大家啊修出离心。简单的说，什么是出离心？我们不讲很复杂的东西，就用一句话来讲啊。我们什么叫出离心呢？啊，就是发自内心的想啊，我一定要解脱啊，我一定要解脱，我不想再轮回啊，我一定要解脱啊，这就叫做出离心了。那这个解脱是什么呢？也许是啊，这个南传佛教的阿罗汉啊，也许是这个北传佛教的成佛，两个都叫做解脱啊，其中两个都叫做解脱。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心的话，那这叫做出离心啊。那么这个心我们如果现在没有的话，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们产生这样子的心呢？有啊，有。学藏传佛教的话，那就这个叫做思家心啊，思家心啊，人生难得，死亡无常，轮回的痛苦，因果不虚，就这四个非常具体的啊，很有次第啊，很规范的，这个思维的模式啊，按照这个去思考，然后绝对啊会有这个出离心啊，从此以后我们就走上解脱道，特别有意思的啊，希望大家。修出离心，修思家心，这是第二句话。然而第三句话呢，若贪自离，非菩萨啊。我们很多都说菩萨菩萨，什么是菩萨呢？啊，如果还没有放下自私自利啊，没有放下自私自利的心，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而着想啊，把自己的利益啊放在头等大事啊。一切的这个出发点是自己的利益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不是大乘佛教啊，不是菩萨，不是菩萨，这根本不叫菩萨啊，不叫菩提心啊，不叫菩提心。所以我们啊，从现在起啊，我们要训练自己啊，训练自己，让我们啊接受一种训练。这个训练是什么呢？从今以后把自己的啊事情呢、啊、在这个之前我们把我自己的事情呢、啊、作为头等大事啊，从今以后呢我们把利他的事情啊就作为头等大事啊，头等大事，自己的事情利己的事情呢作为其次的啊，其次啊，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利他，然后利己啊，利自己呢其次就是利己，这样子的训练的方法，那、啊、这个就是慈悲心啊。然后我们出了菩提心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过啊，比如说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解脱啊，我要让天下所有众生解脱，为了让天下所有的众生解脱，首先我自己要解脱啊。就这个心啊叫做菩提心啊，菩提心就有两个条件啊，第一个啊一定要想到我为什么要成佛呢？这个并不是说啊释迦牟尼佛因为他很伟大呀，他没有生老病死呀，他
他很幸福呀，所有人都去恭敬他尊敬他呀，所以我也想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佛啊，那这根本不叫菩提心啊，这个出发点就错了。嗯，那出发点是什么呢？出发，我为什么要成佛呢？要成佛的出发点就是利他啊，因为成佛了以后呢，就更好的利益众生啊，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要成佛，这样子才叫做大乘佛教的菩提心啊。但是这个我们需要训练啊，如果不训练的话，这种心特别不容易的啊，出离心也不容易，菩提心更加的不容易啊。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训练的方法去修的话呢，那么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啊，我们有这个菩提心。那有菩提心的瞬间啊，从今以后呢，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做菩萨啊，我们叫做菩萨啊。我们不要以为菩萨就是在寺庙里面呢，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就高高在上的啊，这个不是，这个是这个就像人的照片一样啊，人的照片啊，人的照片不是人呢 啊就是寺庙里面的这些这个偶像，它不是佛啊，不是菩萨，这是佛菩萨的心相啊，佛菩萨的心相啊。我们把佛菩萨的心相当作佛菩萨去拜的话，那么因为我们自己的心性啊，我们也能够得到一些加持，也能够得到一些能量啊。但是呢，这个不是菩萨啊。那么菩萨是什么呢？菩萨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我们自己变成菩萨了。什么时候有菩提心啊？就是菩萨啊，这个时候是菩萨啊。男女老少什么样的人啊，只要有菩提心啊，当下就变成了菩萨了啊。所以菩萨要作为一个菩萨需要什么条件呢？啊，就是需要菩提心啊。有了菩提心，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就我们假使我们今天啊，大家修菩提心，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真正的菩提心的话，那么当下啊，我们进门的时候呢，进来的时候不是菩萨，出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菩萨了啊，就这么简单。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这个心啊，对我们来说啊，特别特别的难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特别的爱自己，嗯，我们从来没有学爱别人，我们就学啊爱自己。商学院学什么呢？就学别人的兜里的钱怎么样变成自己兜里的钱啊啊，这叫做商学院啊。然后呢，我们从小到大啊，学了这么多的东西，接受了这么多的教育，就说白了啊，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去赚更多的钱啊，怎么样让我自己啊更加的幸福啊，怎么样让我自己更加的幸福，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学的都是啊自私自利的啊，我们在强化我们的自私自利的心啊。因为自私自利的心呢，本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啊，然后呢，我们通过学校的教育啊，把它强化了啊，强化了以后呢啊，我们先天的后天的所有的这个啊自私自利的心加起来以后呢，然后特别的有力量啊，所以呢，就是利他这些事情呢啊，对我们来说特别的难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嗯，但是我们有一种具体的训练的方法啊，这个训练的方法啊，就像比如说我们像瑜伽啊，练瑜伽，或者是中国人打太极拳啊，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武术、舞蹈表演啊，都是一种训练的方法，在教练的指导下接受这个训练，慢慢的就能够最后能够做得到啊。同样的，我们有菩提心的这个训练的方法，通过这个训练的方法打坐啊，我们不要去抄消灾延寿啊，不需要的。如果修菩提心啊，最好的这个消灾延寿的方法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一升起来了以后呢啊，成千上万年的啊这个罪业
当下就清净了啊，当下就清净，嗯，然后呢，增长了这个福报啊，增长福报，增长福报，如果能够延寿，就能够延寿了啊。如果菩提心修了菩提心还不能消灾延寿的话，那么我们捐一点点钱根本就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所以啊，大家，我们如果有啊，如果有菩提心，那么消灾呀、延寿啊，这些都是他的啊菩提心的参悟啊，菩提心的参悟。有了菩提心，这些东西自然就来了，自然而然就有啊，不需要专门的去做啊。然后我们没有菩提心，以自私自利的心啊去做这些啊，也得不到啊，得不到。不去做啊，我们放下自己去投入到这个利益众生的行业当中的话，那么从那一天开始，自己的这些啊时期呢，我不做也会成功的啊，人云自成，自然而然的会成功的。嗯，所以这个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有难度啊，没有那么容易，这个根本没有那么容易。我说很容易，但是大家去做特别的不容易啊。但是呢，这个菩提心的训练的方法是非常非常具体的啊。然后藏传佛教里面有无家心啊，无家心里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菩提心的修法了啊。那么菩提心的修法，如果你需要一个比较稍微广一点的、复杂一点的，有很复杂的训练的方法。嗯，如果你喜欢简单的啊，你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喜欢简单的训练的方法，那就有简单的训练的方法。其实要有很多不同的训练的方法，有很多种啊。那么这些训练的方法呢，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啊。然后就是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啊，普贤上师言教啊，里面讲得特别特别的清楚了。然后慧灯之光里面呢，也把这些都收集在一起，然后翻译成我们现代人的话，通俗易懂的啊，这样子的这个修法也有，而且有很多种，至少有三四五六个菩提心的修法啊，所以我们都去可以修啊，逐步逐步慢慢的，我们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去做啊，这样子的话，有一天啊，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啊，就在死之前啊，死之之前一定会成功的，那多好啊。死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菩提心可以带走了啊，出离心可以带走了啊，我们的车子没办法带走啊，房子也没办法带走啊，但是没关系啊，这些都带不走没关系啊，有出离心啊，有菩提心，这些心能够陪伴我们的话，那真正的有用的就是这些啊。所以我们第三个希望大家修菩提心啊，希望大家修菩提心，因为我们今天实践的关系啊，什么是出离心的具体的修法我们没有时间去讲啊，然后呢，什么是菩提心的修法也没有时间去讲，但是呢没问题啊，我们像马六甲这地方有那么多的藏传佛教的这个中心啊，也有那么多的这个汉传佛教的寺庙啊。那么藏传佛教的中心和汉传佛教的寺庙是干什么呢？不是让别人消灾延寿的啊，消灾延寿自己去消灾延寿，别人消不了延不了的。嗯，如果真的要消灾延寿，那自己去消灾，自己去延寿啊。所以我们从今以后呢，不管是藏传也好汉传也好啊，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去把真正的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育啊，佛教的精华传递给大家啊，传递给大家，传递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啊，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的所有的就是啊，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啊中心的这些成员啊，汉传佛教的寺庙的居士追随者啊，都能够受益啊！我想我们的，这是我们的义务，这是我们的责任啊，也是我们的使命啊！如果我们经常搞这些消灾延寿这样子的东西，不讲这些佛法，我觉得真的我们非常的不负责任啊！对信徒
非常的不负责任的啊，明明知道这个消灾延寿我们帮助不了别人的啊，消不消灾延不延寿是看别人啊的自己怎么做啊。如果我们教育大家，让大家放下罪恶，尽量的心善啊，那有可能在这个当中他们可以能够消灾延寿都有可能。但是我们的这些心事化的这些发挥，明明知道这个是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但是非要去搞啊，这不就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做法吗？啊，所以信徒啊，也大家必须要擦亮眼睛啊，我们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大家必须要知道啊。消灾不是这样子的消灾的方法，延寿也不是这样延寿的方法啊，学佛就更不是这样子的方法了。所以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在学佛啊。就是我们现在在求佛和拜佛，没有学佛，那没有学佛。当然，我这样子说话可能是稍微过了一点点啊，但是可能我想这个里面一部分、少部分来说，可能这样子说话的话稍微有一点点过了。但是呢，我想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不过的，我了解这个，因为我了解这个情况说的啊，所以大家以后不能这样子，我们。尽量的啊，修出离心，修菩提心，接受这些训练啊，会讲的人大家去讲啊，讲完了以后呢，你们去做啊，那这样子我们最后是有用的，有意思的。好，这个叫做第二啊，菩提心。我刚才说了啊，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时间讲，但是没问题的，我们其他人就进一步的去。啊，给大家讲这个具体的这些方法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具体的方法，讲一个理论啊，给大家说要修出离心、菩提心，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呢，大家都不知道要怎么去修啊，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那第三，然后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若有执着，非真见啊。这个讲的很高很高了，我们今天讲简单一点啊，这个很高深的东西我们讲了也没有太大的用啊。若有执着，就是说不能有执着啊，这个禅宗讲的最多最多了，禅宗就最喜欢说这句话，不要执着，不要执着，要放下放下，不要执着啊，说的多轻松啊啊，放下放下放下，能放得下吗啊？啊，执着不要执着，不要执着，能不执着吗？啊，这个我们自己落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稍微头有点点痛，稍微肚子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做放不下，什么叫做不能执着啊。所以我们没有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说不要执着，不要执着啊。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但是话说的没有错，就是不能执着啊。怎么不能执着呢？这个我们要训练啊，一步一步的训练，最后能够达到啊。不执着，有些人就说啊，那佛教不是讲不执着吗？为什么还要去放生呢？为什么还要去念经呢？啊，为什么还要去打坐呢？这些也不就是执着吗？啊，为什么还要念佛？为什么还要想去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不就是执着吗？这是执着呀，就是我们想去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执着啊，但是这个执着暂时就是要执着的，没有执着我们没办法的啊。比如说我们啊，坐船过河的时候，你到了河中间的时候，让我放下这个船可以吗？啊，当然不可以呀 如果要求我啊，这个过了河以后呢，你让我啊，就放下这个船啊，可以的啊。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过河啊，我们还在河中间，或者是刚刚开始啊，刚刚开始的时候让我放下船，那就不就是淹死了吗？啊，所以什么不执着，就是要执着啊，要执着的。但是呢，最终啊，就是不能执着了。我们从执着。要走向不执着啊，从不放下要走向放下啊，放下，然后不执着和放下都有一个过程。我们首先放下什么啊，再放下什么，最后放下什么啊？
先不执着什么，再不执着什么，最后不执着什么啊，这个有次第的呀，并不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执着，好啊，那什么都不执着，那我佛学佛也是执着呀，那学佛也不执着了，那佛学佛也不学了，那就无所谓了，顺其自然了啊，这样子的话，那学佛也不需要学了，念佛也不需要念了啊，刚才我们讲的文思修也不需要了啊，消灾延寿更不需要了啊，所以最终我们不要执着，但是呢。不执着这样子很高深的东西我们现在不讲，我们先讲要执着的东西啊，然后这个慢慢的就会知道的啊，最终我们就修真无空心啊，修大圆满，修大受益，如果学这个藏传佛教的话啊，如果学汉传佛教呢，那有非常好的不执着，是禅宗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就像这个刘祖慧能大师讲的一样啊，本来物亦无啊，执着什么呢？本来就一切都不存在，执着什么？没有什么执着的啊。然后就是证悟空性以后呢啊，修禅，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以禅来解决啊。明月当头照，苦乐入禅中啊，所有的幸福痛苦的感受都在这个禅中，这禅的境界当中。都化解了啊，执着什么呢？像执着也没得什么执着的东西了啊。到了这个时候呢啊，才有资格说这样子的话啊。现在暂时不要说啊，现在暂时不要说。我们现在呢，从消灾延寿的这个层面上，我们再往前先迈一步啊。消灾延寿就已经我们消了很多很多了，已经延了很多了，已经差不多了。啊，该笑的都已经笑了啊，然后该演唱的也已经演唱了啊。我觉得恐怕再没有什么再可以演的和可以笑的，都已经藏传汉传大家都来笑，都来这个演啊，差不多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啊，走一步，走什么呢？开始修出离心啊，然后再往前走一步，开始修菩提心啊。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修《金刚经》啊，《般若心经》里面讲的空心啊，就是不执着啊，就修这个。那相修藏传佛教，修藏传佛教里面太多太多的空心的修法，相修汉传佛教也有非常好的禅宗的这个修法。其实禅宗跟密宗啊，这个时候呢，它完全是一个境界啊，一个境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才能够放得下啊，这是我们最后的功课。好，我们今天讲的啊，这个四个叫做这个啊理思谈啊，原理对今生的这个谈语啊，原理对轮回的谈语，然后原理对自己的自私自利的谈语，然后原理对任何东西的执着啊，这四个啊原理了，这四个放下了啊，那就是真正的走上了这个解脱的道路啊。这样子啊，我今天讲的呢就是一个方向性的啊，也就是一个框架性的啊，框架性的，没有讲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啊，没有讲一个很具体的东西。但是这个具体的东西呢啊，我们先讲啊，先讲方向啊，给大家说啊，要走啊这个方向那个方向，大概的指一下啊，然后呢啊这个方向怎么走啊，什么时候往左拐，什么时候往右拐啊，这个呢进一步的去啊，进一步的去讲啊。希望大家啊，学佛要学真法啊，学真法啊，不要学这些心识的东西啊，心识化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非常的短暂啊，其中的大部分我们已经用完了啊，剩下的这个时间当中啊，一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将会用到啊这个生活呀、赚钱呐这个上面啊，那么剩下来我们可以用的这个时间呢？更少更少了啊，那么更少的时间我们又用到这个消灾延寿这上面，那我们最后呢，这真真正正的
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空心解脱的这个道路上，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用了啊，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用。这样子到时候我们很惨的呀，我们真的现代人特别的惨。我觉得啊，我们在就是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面的时候呢，这个人工的呼吸啊，说死的就不是死的有呼吸啊，说是活的也不是活的，已经是不行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啊就真正的什么东西是有用的，什么东西是没有用的啊，就在这个重症监护室的时候，人工的机器的这个呼吸的时候，那个这个时候我们会知道，但是知道了没有用，都已经晚啊，都已经是来不及了。嗯，然后呢啊，就这个当中呢啊，就是还没有真正的死的时候，立即就送到医院的太平间啊。然后太平间里面呢，就是啊，就这个里面又就快速很快的啊，然后还没有人，还没有真正的从外表上看人死了，但是实际上都没有死，没有死啊。然后就是殡仪馆啊，然后马上就是火葬场啊，火葬场。嗯，就是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花了一辈子的这个时间呢啊，时间去卖的这个豪宅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啊，就城里面的人连回来尸体都不允许进来了啊，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只有这个太平间啊、殡仪馆、火葬场就完了。人都有些时候，因为这些都很贵啊，所以有些人还是没有那么多的钱啊，就是住很长时间，所以快速的解决。那么有可能我们进入火葬场的时候，人都还是活的啊，是很惨的。所以大家应该早一点啊，做一些准备啊，才是对的啊。有些人说我现在已经很好，我很幸福啊，为什么我还要修心呢？这是最幼稚的说法啊，最幼稚的说法。这个并不是说你现在要死了，并不是说你现在已经死了呀，就是说你现在过得再好也好，今天过得好，这个不代表明天过得好啊。今天很健康，这个不代表明天也能够健康。我们的最大的愚昧是什么呢？我们一直都认为明天啊就是今天的延续啊，明年就是今年的延续。其实不是，明年跟今年之间有可能产生啊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有可能。但是我们一直都认为明年就是今年的延续啊，错误，所有的错误就是在这个上面。嗯，所以我们啊，早一点啊，做准备啊，从今以后大家啊，投入文思修啊，投入这个出离心、菩提心啊、空心，这样子的话，在这些问题上啊，哪怕是我们付出了一点点啊，到时候就是有加倍的、成千上万的、不可思议的啊回报啊，这个是一定有的。然后在这个轮回的上面呢，啊，我们没有什么回报的啊！如果太多了，太多了，所有的时间用到这上面，那也就是到时候没有什么回报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啊，认真的去思考一下，人生就这么一次，没有太多的机会啊！就这么一次人生当中呢，我们必须要头脑清楚，对我们来说，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那暂时需要的是什么，永久的需要的是什么，不太需要的是什么，请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啊，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啊。我们自己不修行不学佛啊，到时候死亡的时候呢啊，然后呢就交给寺庙啊超度啊，能超度吗？难。如果能够超度啊，如果有一个人你自己不学什么都不做，有人去帮你超度的话，那么我们一分钱都不需要花，有那么多的佛菩萨一定会超度我们的啊，超度我们的。但是因为我们不配合啊，我们不积极，我们不努力的话，就是没有办法超度的啊，没有办法，只能比如说超度啊这些，只能有一点点帮助而已啊，完全是通过超度而啊这个解脱啊难
啊，非常的难。所以大家现在啊，就是要啊做好准备啊，希望大家努力。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好，我们现在做回向。说那么的一堂车是把你都没你别的能把学讲这个那些往龙之白这边做连着啊做的时我们红班整个人把马子的红我们红班整个人把马子的红我们红班子个人把马子的红谢谢大家阿弥陀佛。